塞，这里两只猫眼螺。哎，一下子两只，感觉怎么样？个头不大，还行吧。刚出来在这推土，收了啊。哟，这个推了一半了呢。哎呀，这个肉大呀。哇，水不少，收了啊。走，看看有什么收获。哎呀，好美丽！今天我又来了，看，这里还有一个海星。哇塞，这个海星长得真漂亮。哎呀，走过来一看，这里有一个螃蟹，我的天，吓死我了！幸亏没夹我，他幸亏没夹我。你看这个螃蟹，握杀握一半了，咦，举大钳子。幸亏他奄奄一息，要不然没夹我。你后边还有一个。这是三角的，这咋回事啊？弹了呢，不要。这个还是四角的呢，这个也不要了啊。我看这里还有，过来过来。哦，看啊！我差点。我也是过来刚看到，什么情况呀？两只螃蟹藏在里边。你差点让它夹着我，行吗？他在骂你，你看他的嘴巴拉巴拉。耶耶耶！这个不太敢拿，嘿，呀，这个还行，耶，哇，好刀呀，哎呀呀，哟，手打滑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你看，它在这里挣扎，收了啊，看，刚来收获这些，还不错吧？收了。这个季节好多海星啊，螃蟹、大八爪都好大哇！你们看，我没发现吧？我打算过来搬石块的，你们看，哇，这水是热乎的，在这里煮熟了吧？你看，但是没有，你看这一个很活跃的海，说明它身体素质好，水是热乎的，它都没不活了，还又崩一点水，行啊，走，继续看看。这十块钱还像不供货的样子，我的天，看有吗？啊，好像没有，太浑了水。我试试我能不能搬动啊，能不能搬得动？喂，没有，看看这底下，没有。这里又是两只八爪鱼，哼，你在这里很悠闲呀、啊，是不是感应到要涨潮了出来了？肯定是啊。哇塞，不错不错。看看您，看您，两个颜色还不一样呢。收了，个头不小，这两个又是一排。有没有啊？没有啊！哎呦我的天，快看呀！这里竟然藏了一只大八爪鱼！我的天、啊，这只好大呀！哎呦，睡了吗？这是？收了啊！这里水是热乎的。看看这个石块底下，竟然没有。看看这个石块底下有没有货？没有哎。走吧，看看这石头底下有没有大货。搬不动，底下没有。看这边有海星，捡了。哇、哦，快看，走近一看，这里一个大螃蟹，我的天，什么情况呀？哇、哦，好凶啊！你看，逗它一下，它好凶，想打架呀。抱住，哈哈，把他的眼睛摁住，他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收，怎么样？把这个剪了，胖大星一只，收了。你们看有没有？扒拉一下看看有没有。没有啊，这么干净啊。放下，哎，看看这手底下有没有？石底的没有。这个海星是要往这石头上爬吗？那就这样子，让我给吃了，带走吧。这是两个啥？大蛤蜊！我的天，哇塞，这么大呀，我都有点不敢拿。这啥玩意儿？我不认识。这个东西鼻子为啥是红的？那所有的贝类，它的鼻子几乎都是红的。你像蛤蜊，是吧？微微开孔了，在这里呼吸。哇塞，这哎呀，这里都是沙，也洗不了。我以为把它冻红了。不是的，你以为跟你似的吗？哇，这么大，这小马棒吗？不敢吃呀，
输了啊！看看这个，这个中国好邻居做的，你看，你俩离得有点远呀，好多沙呀！哎呀，我的天，输了吧啊！输多少了？就是看看这沙沙上还有没有什么杂货，还有一个大黑影来着。走近你看，是不是一条大光鱼？哎，有点滑溜嘿，看，哇塞，要不活了，奄奄一息的节奏。你放水里它很活跃，这种鱼它刚刚还抖了一下，是还活，你看它的鳍还动，哇塞，这也太漂亮了。咦，哎，之前咱不是抓了两条吗，然后回家两条做一个套正好啊。我的天，干啥呀，抓抓鱼咋都钻进来了呢？你看一条两条，他们是进来避寒了，应该是发生幻觉了，以为这里是他们的石头底。你说话有回音。哎，哦，呵呵，不知道这个有多长哈，直通那边的养殖场，可远了。看，回过头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扇贝，差点没看到呢。收了啊！我天，你们看有没有货？没有，这个底下呢，这几个底下都没有啊。走，继续看。再翻一翻，可能不经意间就有大收获。你看这像不像一堆蛤蜊的样子？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。目前面上就这四个哈，找一找，扒一扒看看。看，有一个大的，又有一个，看，又有一个，这也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我看这个也是。哎呦，这也太多了，看。这里还有一个，面上没有了吧？这是八啊。哎，又有一个，感觉这底下好多的样子呀，不是硬硬的，而是软软的，疙疙瘩瘩的。这种情况下就有好多啊。来吧，嗯，你看，又出来一个，感觉这里好像有石头，扒一下。哇、哦！你看这个多大，年份还不一样呢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哇塞，这个更大呀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露出来了，看，使劲儿，再挖一个。弟弟，抓了抓过八爪鱼吗？有一条八爪鱼，两条，两条，没一下抓俩吗？嗯，好像是，忘了有点。哎，这个上面长得藤壶呢。蛤蜊啊啥的，没什么值钱的大货呀。哎，还有吗？这面积够大吧？往这边看。哎，这个方向得大一点。看，果然有一个，一个这种蛤蜊，多大？看。扩大方向，继续，这边都像有的样子呀。看，又一个，但是我感觉到这边少。来，继续，这里也有啊。没有，走吧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么大一个蛤蜊，我挖了八天，挖了几个小的，这可好了，不用挖就这么一个大的。那还一个大的，放在那说、哦、没看见吧？今天排水口附近没什么好货，倒是捡了个大蛤蜊。